好邪恶。哎，我们把重心都放在无花果跟节瓜上。天天都是中秋节哦。鸡肝梅折。哇、哦，美，好美哦，好美哦！这个是今天特别的角虾和胭脂虾，下面是刚才你们带来的那个优美番茄。优美番茄我才吃的耶！然后这个也是优美番茄羽衣甘蓝，然后还有那个葱的那个葱蒜的、那个。熊，你的手走开！很用。的奶酱，学姐要示范了，示范给我们看了。而且我的手像甜不辣耶，所以我们没有点菜，他就上鲍鱼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他用的是鲍鱼拼白芦笋呢。他有读到你的心，天哪，高级。你看，闻到面包的味道了。还有刚刚我说天天都是中秋节，因为他们就在外面烤面包，而且用的是大炭炉烤面包。好，看一下鲍鱼，有心喽。它上面就是菌菇沾酱，上面是坚果辣香丝，蛋炒青包。但是它的菌菇沾酱的话，就是有一些花果，所有的菇，然后慢慢慢慢这样。嗯，原来那个烤肉台是主角的。学姐说可以不用多出蔬菜。哈哈哈！出现在白痴。开始。哦，有气势。有啊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整片都给人家拖走了呢？因为连在一起了。啊，原来是在烤长葱呢。对啦，日本大葱。烤日本大葱啦，因为刚刚远远看那么长，还以为在烤什么东西嘞。这是我们的吗？这个不是哎、欸。哦，这不是我们的、哦，好讨厌哦。这不是我们的。靠、哦，慢一下。对，慢一下。嗯，看哦，有一个烤肉车就可以搞定一切哦，厉害吧？小卷，然后搭配酸豆橄榄跟番茄一起炒。我们换个盘子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也是烤的。炒的，炒的。哦，这是炒的哦。油漫煎的黑红，因为发酵奶油煎的，所以它的颜色是这样子，焦糖色，是漂亮的焦糖色哦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水果汁，然后是白酒奶油白酒奶油寿司，喂它水果。对呀、啊，喂水果，从哪里来的？云林的水果汁哦。嗯，我有看到小编的发文。哇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节瓜整半条这样烤哎、欸！刚大人的无花果，你看它的烤法，我那个无花果多胖嘟嘟的。他刚刚真的是在烤无花果哎、欸！好，可以带菜来看。哇！羊排的断面秀在这边，我们都没有看到羊排。这是主厨 Ada 的手工面哦。是香蕉慕斯配鲜奶油，然后柠檬上面会淋了一点蜂蜜，然后再做香蕉。嗯，哥哥。